度唔一樣啊，係嘛？係，所以你要補一啲火咁樣咯。關鍵就是，他們廣東話叫爆皮，把那個温度再提高，他們叫強火，把它那個皮都熱起來，才會有一個熟。我覺得你好靚，咁其實好似呢個魚珠就係咁樣嘅啦。甚至有些人讲大展鸿图啊，咁嘅意思啊，好意系咯，大展鸿图，系喎，生意兴隆，大展鸿图，希望大家都系啦。以前咧，因为我跟大爷喺福林门出生嘅，福林门咧就系做包办做会咧冇门市嘅。師傅咧都喺包括飯圓食館嗰度出嚟嘅，咁以前咧有一間叫福記，咁後來個師傅咧喺天台嘅，就開咗間叫福臨門，七哥，係啊，係啦，咁其實有好多間咧都係呢啲咁嘅飯圓食館。身体强壮，何事为你姐？哎，妈，你真是够。